我觉得当然是安平啊，除了安平以外，安平港还有南区啊，沿海地带都是非常有特色的地方。我觉得最好吃的是有肉燥饭呐，啊，鱼丸汤，啊，虱目鱼肚啊，鱼肠也很好吃哦，啊，还有啊，炒鳝鱼，哇，真的讲不完了。我觉得是塞车、停车的问题，就前瞻非常重要哈。第一个，它平衡过去的南北不平衡。国家的资源都投资在北部，那南部呢长期被忽视。我是林俊宪，我在卧草台南立委给问吗？7月8号等你来问。